白羊座眼中的十二星座，金牛座。赶紧回来说啊，护理师来看你啊，知道拿100万美金给我，够不够啊？那你多说点啊。是。双子座，从今天开始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对我大小声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没给钱呢。不好意思，房间不用找了，对不起。巨蟹座，我以为凭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呢，想不到还是一笔买卖。处女座，你根本不帅。你说什么？你这种谎话也说得出口？哎哎，你对不对你自己的良心？哎，对不对你是你的父母？哎，对不对你这个国家？你赶快召开记者会澄清，要不然我就扒你的皮，摊你的骨，喝你的血。天秤座，打头。当然了，照头打下去。好，扬名立万，来呀，打着。打他呀，打他妈的，打呀，打他，打他呀，打他妈的。你到底是想我打他本人还是打他的妈呀？你搞得我好乱。天蝎座，你过来。哎，你怎么会中枪呢？还好你是人造人，只要没打中头就没事。你鬼祟祟的。射手座，我从来不勉强别人，不过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真的好欣赏你。摩羯座，真的来了。你是不是想打119报警？可不可以啊？随便。119电话几号啊？水瓶座，你快点回火星吧，地球是很危险。双鱼座，狮子座，有我在，让我来。麦卡尼坐下，让我来。白羊座，你请说我帅不帅？其他星座话题，我们下期再聊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